看看啊，跨越汤池赢大奖挑战活动需要至少五人组队参加，挑战成功的团队可在对岸的售票口领取水吧用餐卡，进入水吧免费享用美食，还能获得小芒预约密室体验券。兑换前记得在小芒上预约组队哦。挑战者轮流挑战，按下开始挑战键后踩到绳索上，用手触碰头顶的铃铛，团队触碰铃铛总数达30个则挑战成功，单人不能重复触碰同一个铃铛，到达对岸或中途落水则视为挑战结束，落水前成绩计入团队总数，若重新开始挑战则该挑战者单人成绩清零。走吧，冲吧，我先走一个吧。好，那你摁吧，开始挑战了啊，加油。不要期盼我能摁多少个铃铛了，多摁点呗。你可以的，你肯定可以。这个到中间它会下去，越中间可能越早，大部分人开始走。妈，你不能打他，套刀啊！打他，套刀啊！藏儿，你就特别自然的已经过俩铃铛了。我知道，我先把那俩先碰了。绿色那个小芒，那个是最矮的。他不可能碰得到那个，就得蹦。你要不先回来吧，大老师。我们先研究一下这个怎么碰，后面的都是男的。我都走一半了，啊，要回去，我怎么也得晃。我跟你讲，就做掉下去的准备吧，我觉得。哦，这个好难。我先过去没有压力，我就说我碰一个球就得了。他就是得你碰一个不行，因为这一共就8个铃铛。所以一个人最多碰8个，就算我们仨碰了8个是24个，你们俩还得一人碰3个。我们俩怎么能碰3个呢？你告诉我。以我的身高，我估计只能碰到1个。国伟，你要碰多少个呀？我最少得碰8个。他必须得碰8个。我给你们打一下，你看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可以，你看国伟太容易了，感觉，这个难，哦，他怎么弄的？对于他来说没有难的。6个了。